一会儿我们是不是说好好露一手。你问风为什么拖着花，人间十载不过大梦一场，相见恨晚心未晚，不再辜负此生。明天我们一起上台。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，却又不能带他回家？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，明知听不到回答。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，你会握着我的手吗？得君为友，不枉此生。有人喝酒去，喝酒一起走吗？一生太短，一生好长，我们哭着醒来，又哭着遗忘。幸好啊，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，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。他到底为什么会是不管是喜欢我的人还喜欢其他主演的人好，的粉丝朋友们，我要感谢我的对手张老师，他饰演的周子舒，也要感谢其他的主创，非常开心这个春天能遇见你们，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。谢谢。我想说的是，不管你是喜欢周子舒，还是喜欢温客行，还是喜欢周子舒和温客行。可能今天结束了，我们俩就是作为张哲瀚和龚俊，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，感谢你们喜欢龚俊，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和龚俊。还有一些话想对俊俊说，虽然我比你大一点，然后我不知道未来你会遇到什么事情，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初心，然后保持自己的个性，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是需要什么哥哥帮助的地方，风雨落幕，他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，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，他可曾淡漠地承载了谁的酸楚？尽管岁月无声，留下迟暮，它会让你想起。